铃铛已经上线了，大家用几发抽到了呢？没抽到也不要着急， 1.1 版本还能再拿上网星穹。45路就是白嫖的宝地，一定能助你拿下铃铛。那么把铃铛不歪玩到端服大东名上。那么三连加端注出金必不歪。一多金奖励，这是多金产出，每个版本都一样，大小结合自身练度情况和以加减。一每日时讯1140星穹。二忘却之庭混沌回忆会在铃铛池解锁前更新两次，共1200星穹。不过这的对练度要求比较高，大家可以根据自身情况自行加减。三魔女宇宙按主流进度50级来算。三张能拿到495星穹和三张星嘴通票。四银狼角色试玩20星穹。五版本更新的霸的修动600星穹，合计3455星穹。 1.1 版本来了，来网易云游戏免排队，一键快速登录，还不带内存，轻松秒完。数字兑换码新红币的游戏礼包，还有机会砸中1000星穹和银狼抽打游戏基金，限量派送中，先到先得。二活动奖励，首先是大家最喜欢的寻勋之旅签到活动，登录7天直接送10张专票。版本大活动东城波短争起铺，移动1450星穹。版本小活动烈星游戏，移动740星穹，难度很低，大家只要参与就能买全部星穹，完成后还能额外获得银狼的四星专武，又适配又强烈，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。6月19号立本请就位，哦不，实验助手请就位也会正式开启，按盘这活动的经验应该都能拿到600星穹左右，合计4390星穹。三其他奖励，一雨镜商店可以用抽赏赠送的雨镜换取5张专票加5张通票，然后是大月台有5张星旅通票可拿。新同行任务彭特洛德精神100星穹，某一次签到移动特领40星穹，某博签到80星穹，微信活动头获得60星穹，合计1080星穹。四月台方面，月台大月台的星穹不属于白嫖奖励，不过自然对不少玩家而言基本属于必特项目了。为有便于大家计算 1.1 上半的星穹收益，我就会统计一下并和白嫖星穹分开计算。一月台1710星穹，二大月台1320星穹，总算手数 1.1 上半银狼塔是结束前，白嫖玩家理论上他们也会获得星穹大约为8925星穹，超过55抽。月台档10635星穹，超过66抽。大小月台档11955星穹，超过74抽。此外还有3抽星腿通票，想要再战银狼小伙伴，请大家抓住你们手里的希望。这里当然要祝所有三年端注的兄弟们都能单抽出金，抽到自己想要的角色装缀，银狼装通通抱回家。